嘿，你是师资生吗？快来参加师资生教具制作竞赛，不但可以观摩学习，还可以拿奖金。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下一位优良教师非你莫属。10月26日上午，由师资培育与就业辅导处实习辅导组举办的师资生教具制作竞赛，共有34名参赛者，要在1小时内完成教具制作，并在4分钟内上台试教演示。加上一点黑色，它就会变成越来越亮，或者越暗。所以加白色的话，就表示就是没有那么亮嘛，然后就把它贴平面好了。好，因为彩度就比较低。参赛者将平面的教具立体化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，也让学生操作。教具是有助于老师教学的工具，结合知识和技能层面，不但让学生学习新的知识，也启发学生思考，把学习变得更有趣。Okay, and what about soup? Do you think it's an appetizer or a dessert? 评审严自安教授表示，看见参赛者各式各样有趣的教具与稳健的台风，让他感受到台湾未来的教育充满希望。未来台湾教育强调多元化教法，教具可以让学生更了解课本的知识，借着老师教学的热情，以说故事来引导学生联想，学习不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。校园记者陈威采访报道。